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皮球啦，从这个离地面20公尺的地方哈掉下来，那每次反弹的高度呢是它原来的1/3，这个是这个1/3的。到球静止时哈，所经过的距离应该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我叫做小 h 零哈，这个叫反弹以后，这个我叫 H 1好了。那 H 1的话呢，是这个 H 0哈，这个叫 H 0哈，它的呢1/3嘛，也就 H 1哈除以那个 H 0哈，是等于1/3。它道理啊，掉下来在反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 H 2哈 ，H 2呢也是 H 1的它的1/3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总路径哈，我们叫 S 好了。S 呢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H 0加多少？那因为这个 H 1有两个啊，下来又就是上去嘛哈，就是说它掉下来反弹上去以后再下来，所以都有两倍啊。H 1 H 2这个都有两倍，我这 H 1加上 H 2等等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等比级数了，它的公比哈是等于1/3嘛，也就这个的嘛，这个是等于 H 0加上多少？加上两倍的一减到公比，公比是1/3嘛，1/3的首下 H 1。好，那 H 0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20嘛，加多少？H 1等于多少？ H 1哈是等于1/3 H 0 ，H 1哈等于1/3 H 0 ，H 0是20嘛。那这个是1/2，那是1/20嘛，20。所以这个等到，这个呢是等于那个，2还要乘以2，这个还忘了，加多少？2乘以多少呢？这个，2×2这是10。10×2是20，就20+20，所以呢是40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40。